两千多年以前，桑吉市是佛教活动中心，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今天，这个两千人口的小村庄仍保存着古印度文化，是一处重要的古迹。十九世纪初年，桑吉市以佛骨塔闻名于世。佛骨塔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成堆的泥土和石头。佛骨塔是人们为了对弘扬佛法的佛陀表达敬意而建立的。日后，佛骨塔的建造遍及全印度，成为民众膜拜的对象。印度人以佛教艺术装饰佛骨塔，这是人类史上一项创举。庄严伟大的佛教艺术以建造佛骨塔揭开序幕。在往后几年内，佛教艺术遍及全亚洲。大英博物馆里的亚洲典藏物以佛教艺术品为主，这也是使它成为世界首席博物馆的原因之一。来自印度的艺术作品告诉我们一些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文化史。在大英博物馆引以为傲的珍藏品中，有一件古佛骨塔的装饰品。近三十年来，这件宝物没有公开展示过。刻在石灰石上的一系列浮雕总计有122片，全部的石雕品都是自古印度佛教城阿莫拉沃地市挖掘出来的。据推测，这些浮雕可能是西元前一世纪至西元二世纪之间的作品。浮雕中的各种故事均与佛陀有关。为了装饰佛骨塔，佛教艺术应运而生。这种因缘凝住了古印度佛教艺术宝藏的精髓。阿莫拉沃蒂浮雕保存在这个很温很湿的房间中，因为浮雕的材料是一种易碎的石灰石。从这120块石雕，我们可以窥见早期佛教艺术发展的概况。此期佛教艺术的特色是，每一个主题都与佛陀有关，但是佛陀本身并未出现在作品中，而是以象征性的事物暗示它的存在。以佛基雕刻品为例，佛雕的主题是佛陀的足迹，或象征佛陀悟道的菩提树，而不是佛陀本身。古印度时代的人们对这些有何感想呢？佛教艺术又是在哪一种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而成？印度最大的节庆无遮大会，也就是河边法会，每隔12年举办一次，最近一次是在1988年末。无遮大会是印度一个宗教节日，印度自有史以来就定期庆祝。来自印度各地的众多教徒齐集于恒河与莱穆拿河汇合处，并沐浴其中。在为期2个月的节庆中，1500多万教徒聚集于此。
在开幕游行中，许多不同教派的印度教徒在僧侣的率领下向两河汇流处前进。在印度教中，沐浴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仪式。他们相信沐浴可以洗净一切罪恶。在这节庆中，信徒们一再的洗浴，并谈论印度教义。在印度教义中，波罗门地位最高，宗教是古代印度社会的中心，他们着重传统祭典仪式。在那个时期，佛教是在古印度背景下兴起的一支新宗教。这是佛陀第一次宣扬佛法的萨那斯寺，它位于印度教最大的圣地贝纳拉斯的城郊。西元前第五世纪，佛陀悟道之后，独自前往印度教的主殿，传达他的新信仰。佛陀所传授的基本教义是，如何自现在的苦难中解脱，而不是波罗门专制式的祭典。这种新教义引起了震撼，也因此摄服人们的心灵。当佛陀传教的同时，印度社会却是一片混乱，16个城邦相互对抗，正如同中国人所说的各自为政，很多新思想体系出现，佛教就是其中之一。佛陀走遍印度各个角落以宣扬他的教义，后来死于科兴黄格市，享年80岁。佛陀的死称之为涅槃，这是佛教中最理想的境界，是人们克服人类欲望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信徒将佛陀的身体火化，并且建造一座佛骨塔纪念佛陀，因此佛骨塔成为最重要的膜拜对象。信徒们开始在很多地方建造佛骨塔，桑吉士的佛骨塔建于西元前第二世纪，并保有古代佛骨塔的风格，以浮雕装饰大门，浮雕的题材取自佛陀的故事。然而佛陀被视为超人，若以人像来描摹佛陀，在那个时代是绝大的禁忌。这幅画描述佛陀出家，然而没有人骑在马上，但在画的右边有一把伞和佛陀的足迹，暗示佛陀的存在。这是菩提树，佛陀在这棵树下悟道，因此它被称为悟道之树。凡佛法传播之处，
都出现象征佛教教义的法门。佛骨塔的建造吸引了古印度民众的信仰。女神雅克喜被奉为保护神，受民崇拜。她是人们为供奉圣树和生命象征所塑造的一个神，以女身呈现。这是男性保护神雅克沙，他也是一位住在森林中的圣灵，被视为具有神奇的法力，受民众崇拜。他是印度原始精神的表征。雅克沙被认为是女保护神雅克喜或四大天王的祖先。这件装饰大门的雕刻品是一个奉献王朝的贡品，原来刻在其中的王朝名称仍历历在目，它就是当时支持佛教的萨塔瓦哈纳王朝。在这个王朝的倡导下，古印度的佛教艺术发出绚丽的光彩。这是南印度的大河克里希纳河，距今2000年前，冰河的阿莫拉沃地市极为繁荣，它是萨塔瓦哈纳王朝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萨塔瓦哈纳王朝控制着位于印度中部的德干高原。王朝之所以能维持300年的统治，与该王朝和罗马等西方国家的贸易息息相关。萨塔瓦哈纳王朝独占这一方面的贸易，从中获取大笔财富。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古代印度与罗马贸易时所使用的硬币。这个硬币上铸有萨塔瓦哈纳王朝君王的肖像，这种造型是模仿铸有罗马皇帝肖像的古罗硬币。萨塔瓦哈纳王朝以对外贸易赚取财富，支持佛教的传播。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统治整个地中海区域，国势鼎盛，他们对东方兴趣浓厚。透过贸易，罗马人取得各种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的远方货物，香料、棉花、象牙及宝石，由印度运到罗马，因此罗马货币大量流入印度。人们利用名叫希伯拉斯的季风，开始印度罗马间的贸易路线。这正是一个航海术发达、海上交易大展宏图的时代。阿莫拉沃地市是萨塔瓦哈纳王朝的基地，又靠近东海岸的港口，因而日益繁荣。巍然耸立的佛骨塔可视为阿莫拉沃地市繁荣的象征。在此塔原址
有一座佛骨塔模型。这座佛骨塔的半径长达50多公尺，是当时印度最大的佛骨塔。塔上有许多浮雕装饰。这个王朝的国王、贵族及大商人们，凭着拓荒的精神经商，累积了巨额的财富，并大力支持佛教。在那时期，佛教还是一种新的宗教。这些王公贵族及大商人们，借着供奉佛骨塔而行善积德，并为来生祈福。在阿莫拉沃蒂的佛骨塔中，发现一个装骸骨及黄金饰物的圣骨匣。佛教徒相信，这座佛骨塔是在佛陀死后建筑的，其中保存着佛陀的骸骨。在全印度，总计有84000座佛骨塔。在阿莫拉沃蒂的佛骨塔内，发现一条金项链。然而却无法确定圣骨匣内的骸骨及金项链的主人是谁。18世纪末叶发现的阿莫拉沃蒂佛骨塔已遭破坏。后来，华尔德·艾略特爵士于西元1845年游访此地，发现很多浮雕。这些浮雕日后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与桑吉士的雕刻品相比，阿莫拉沃蒂的雕刻较为精巧细致。除此以外，从佛教象征物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响。这种方式有助于古代印度佛教艺术境界的提升。甘赫若浮雕所描述的是玛雅之梦，关于佛陀诞生的故事。右边是关于佛陀之田，玛雅怀孕的故事。依照佛教的传说，当玛雅梦见一只白象自天而降，就开始怀孕。左边则是描述玛雅要求波罗门僧侣为他解析梦境的情景。僧侣解梦之后预言，玛雅之子将会成为佛陀。右下角描写佛陀诞生的景象。在开毗拉法度市郊路比尼树林中的菩提树下，玛雅生下了佛陀。据佛教的传说，佛陀是自玛雅右臀部出生的。这个浮雕中以襁褓来代表佛陀。最后一幕是描绘玛雅前去向保护女神雅克斯祈愿，再一次以佛陀的襁褓象征她的存在。阿莫拉沃蒂雕像的表现手法完全不同于桑吉士的雕像。
举例来说，这浮雕是描写一位村姑奉献牛奶麦片粥给佛陀的故事。此时佛陀正通过自制的试炼。以菩提树象征佛陀，这是浮雕中特殊的设计。以圆环构图，圆环内佛陀的相貌也以象征性的形式表示。浮雕中还刻有捐献者，形成一幅立体透视图。这种技巧性的表现方式应该是受罗马艺术的影响。这些雕刻品的完成可能全靠萨塔瓦哈纳王朝的赞助，这个王朝的财富则来自东西贸易。这件浮雕是以王座上的火柱表示佛陀的存在，在王座的周围，信徒们虔诚地祷告着。这件雕刻的名称拉着花绳的雅克沙，主题是一条有如万顷波涛般的花绳，这是因袭希腊罗马的传统，在罗马帝王棺柩上经常见到这种装饰。然而这是拉着花绳的印度雅克沙，这也意味着西方与印度艺术的重大结合。在阿莫拉瓦蒂雕刻品中，一件描摹信徒膜拜佛骨塔的作品也同等重要。佛骨塔象征佛陀的涅槃，涅槃是佛教理想中的心灵境界，涵盖佛教教义的精髓。广场上佛骨塔之前，众信徒在音乐声中祈祷，在空气中漂浮。阿莫拉瓦蒂雕刻品反映佛骨塔崇拜的性质以及如何在古印度流传。德干高原位于中印度，萨塔瓦哈纳王朝是第一个统一该区并统治全区的王朝。在这个地区到处有佛骨塔崇拜的遗迹，石穴中神殿的佛堂就是为供奉佛骨塔而设立的。奈斯克位于西海岸附近，这个城市过去是印度罗马间的海陆贸易线上的重镇，今天奈斯克市则因位于印度教圣地而繁荣，很多印度庙宇陆续在此城筑起，来此朝圣的印度教徒络绎不绝。萨塔瓦哈纳王朝所建筑的出奇炫庙位于奈斯克市城郊，在炫庙中建有僧侣们居住的僧院以及供奉佛骨塔的佛堂。建一座庙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大部分资金来自城内王公贵族及富商大贾的捐献。
崇拜的对象是一座简单的佛骨塔。信徒们行礼如仪，绕着佛骨塔行走三圈，口中同时吟唱赞美诗。佛骨塔崇拜对信徒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活动，他们可以借此向佛陀或德高望重的僧侣表达至高的敬意，信徒们也因此乐善好施。城中的王公贵族及富商大贾都纷纷赞助佛骨塔崇拜，供奉佛骨塔及捐献佛堂的梁柱都是他们积德所付的代价。据记载，当时萨塔瓦哈纳王朝捐献一片土地给当时的佛教团体，这种属于宗教团体的土地免缴在奈斯克睡庙内僧侣们的生活费，而是以商人捐献的银币所滋生的利息支付，因为僧侣将这笔捐款借贷给其他商人赚取息金，透过财务的关系，佛教与商人密切结合。穴庙多建筑在通往港口的商道上，这条街就是沿着一条商道通往桑吉市及阿莫拉沃蒂市之路。商人们沿着商业路线游遍全印度，随商人们的足迹，佛骨塔崇拜也遍布印度每一个角落。卡利穴庙就是一个住在商业路线上的庙宇，这座佛堂所供奉的佛骨塔是最有名的出奇穴庙之一，据说建于西元前二世纪初期。供奉佛骨塔的财物有一大特色，就是除了王室、贵族、商人的奉献外，还有来自妇女的捐献。根据现存的碑文，女子之献纳占了三分之一，他们为过世的双亲祈求灵魂的安息，也为自己的家人祈求平安。人们这些愿望也是促进佛骨塔崇拜盛行的原动力之一。在支持佛骨塔崇拜的信徒中也有希腊人，庙祝有一篇铭文是透露希腊人也做了奉献。在那时期，印度与西方的贸易正处于巅峰状态，西方商人深入印度内陆，他们之中有些人皈依佛教并在印度定居。前往印度的希腊人对佛教艺术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们开始雕刻佛陀的肖像。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象征性的形式表示佛陀的存在。肖像造型始于干赫若氏，人们相信约在同一时代，马斯拉布也开始塑造佛陀的形象。这是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中心地区的干赫若氏。自西元前第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古印度传统与希腊文明之间
展开广泛的交流，尤以德克斯拉市最为明显。而德克斯拉市深受佛教的影响，此地有一座高大的佛骨塔，佛骨塔的基本架构仍然留在城内。从佛骨塔大门一带到庙宇内的浮雕，都可以见到希腊建筑风格影响。在大英博物馆的展示品中，有一个金色圣骨匣，原藏于巴沃温干克若的佛骨塔内。法国一位印度专家福契尔提出干克若起源论，也就是说，佛像塑造发源于干克若市，因为金色圣骨匣是属于极早期的古物，在圣骨匣内有石榴石。据福契尔的理论，可将圣骨匣的时间追溯到西元前第一世纪，这个理论后来遭到批评。不过，他的理论中提到，在雕刻中以人类形态为神祇造型的手法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仍有许多人相信。在大英博物馆中，保存大量从干克若市发掘出来的遗物。最特别的是，其中有多尊早期的佛像，保存在一个特别的房间中，只有一部分公开展示。这件雕刻品以前是干克若佛骨塔的装饰品，人们认为其中所描绘的景象是一对身着希腊式长袍的男女前往佛寺祈祷。这件作品反映西元一世纪左右干克若式雕刻的特色。这是描绘佛陀第一次讲道的情景。印度艺术家过去一直以象征性事物代表佛陀，然而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出现佛陀的形象。佛像第一次以故事的主角出现在雕刻品中，而不是个别的象征物。这是佛陀的涅槃，过去以佛骨塔间接地表达此主题，现在则以佛陀的卧像代表。佛陀的学生则围绕在佛陀身边哀悼。佛教浮雕中的主角佛陀也以个别姿态出现，而成为独立的雕像。部分原因可能是应佛教信徒的要求，因为他们需要一尊独立的佛像。一尊干克若市塑造的早期独立佛像正在大英博物馆展示。佛陀的外表酷似希腊人，然而一旦有人塑造佛像，消息快速地传遍整个印度，各种不同的佛像纷纷出笼，分别配合各地方的传统。此处
我们看到在印度出土的雕像按照出土地区陈列。大英博物馆所引以自豪的是，一批展示品中包含了很多干贺若氏出土的佛像，因为该城是佛像的发源地。干贺若氏的雕像特征是外表像希腊人。作品中佛陀长薄的折痕也精雕细琢。来自干贺若氏佛像艺术开始受希腊的影响，其理论是应以人的形象描绘神祇，因此佛陀被塑造成一个理想的人物。信徒们开始认为，佛陀虽然具有人的形象，却拥有超自然的生命。正因如此，他们认为佛陀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面貌。佛陀特殊的地方在于一种位置特别的手，前额的红痣及所有的面部表情。这就是日后所谓的32张面孔。佛陀第一次讲道在萨那斯市，此地的佛像塑造约始于西元第五、第六世纪间。这些佛像完全不同于干贺若氏的佛像及萨那斯市的佛像。这尊佛像身着紧身无折痕的外衣，很可能来自萨那斯市。佛像面部道貌岸然，显现庄严稳重沉着与深邃的宗教之美。在萨那斯博物馆中保存一件佛像杰作，佛陀首次讲道，他的手郑重地摆在胸前，表示佛教的教义。这座雕像表现出佛陀端庄高洁的气质，其中的美将佛教艺术提升至完美的境界。当佛教艺术发展到巅峰时期，印度正面对重大的变革。吉多王朝正是印度的文艺复兴时代，萨塔瓦哈纳王朝与西方的贸易随着罗马帝国的沦亡而衰退，因此商人们失去了势力，乏人赞助的佛教也快速地丧失其影响力。印度教取代佛教，赢得印度人的信仰。
西巴是一位主神。西巴与佛陀不同，他不是一个真人，他在印度唯我独尊。这支受欢迎的宗教以古代信仰自然的方式流行民间，经过长期的酝酿而发展成人格化的宗教。西巴的雕像题名五道之王，充分表达了西巴的特质，同时执行破坏及拯救的工作。这个姿势据说是表达存在于宇宙中心的重要能源。印度教的主要教义是放弃自我，进而全心全意将爱奉献给神。这个教义如火如荼地传遍全印度，印度教广为一般民众所信仰。印度教艺术与佛教影响相结合，因而兴盛起来。印度教也模仿佛教特有的炫庙建筑，在艾米拉的凯拉圣纳沙庙建于西元第八世纪，是印度教寺庙废墟的代表。凯拉圣纳沙的意思是西巴居住的房子，换言之，该庙是为西巴而建造的。西巴以称为灵家的男性生殖器官为象征，这被视为宇宙的原动力。此庙是奉献给灵家的。在印度教中，维温奴及波罗门神同样受崇拜。对这三种神的崇拜形成印度教，主要的礼仪至今亦然。贝纳拉斯是印度教最伟大的圣地，佛陀选择此地作为讲道的场所，人们仍然在此地沐浴净身，就如同他们在佛陀时期一样。印度教的发展超越了其本身的宗教功能，而成为控制印度人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融入印度教中，目前人们认为佛教是维温奴一部分的化身。1962年，印度考古研究队在印度东北部安地克的一个小村庄展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这项工作历经20年，最后整个挖掘情形都曝光。最后发现，这个废墟就是菲克马斯拉庙。印度的佛教在此告知，菲克马斯拉庙于第八世纪后期由波拉王朝所建。这是一所大学，据说在其全盛时期有8000多位学生在此研究一种受密宗影响的佛教教派。然而在西元1203年，入侵印度的回教徒来到此地，破坏所有佛教圣地的庙宇。此时佛教的势力在印度其他各地已经荡然无存，许多雕刻品在此出土，大部分在此出土的雕刻品未作公开展示。但是专家们正在对这些作品进行研究，这废墟中也发现很多小型的佛骨塔。据猜测，这些佛骨塔是由一些穷苦的信徒以其全部财产建立的。在那个时期，佛教面对着灭亡的命运，然而佛骨塔对佛教信徒来说是最后的支柱。
佛骨塔是古印度的纪念性建筑物，也是奉献给无敌佛陀的一种精神创作。但是佛骨塔在其首创之地消失殆尽，然而佛骨塔与佛教教义一同传播至亚洲各地，并以更壮丽的佛塔或佛寺形式重现于中国及日本，佛教又再度重生了。